杰伦，就是你有分享过我的那个最伟大的作品的 MV reaction， 他记得我的视频，他记得我的 reaction。杰伦在打球，我们就不要打扰杰伦。但这边也发现大家熟悉的人物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赛歌王跟杰伦打过游戏。对对对对对，就见面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的，我进决赛也是对，我进我们赛歌王决赛好不好？大家有看的话，一定好不好都可以看到。再来是我们的。哦，立翔哥，立翔哥，那你今天带什么给他？我今天带杂志跟他的袜。我也带杂志，我也带杂志。还要干嘛？我觉得我们等下可以。对对对，拍出的那个 slogan， 差不多会等到一点一两点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没事。袜子都有，袜子还有两双了。聊着帅哥，等下好，先个屁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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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猛了！哇！哇！我现在紧张到了，这边好痛。和你那时候被翻牌一样。对。杰伦，就是我是那个罗杰不到一百六，你有分享过我的那个最伟大的作品的 MV reaction？ 嗯。哇，帅哥啊！哇。好，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什么难忘的夜晚？野生周杰伦出现在篮球场打篮球，在旁边跟他看杰伦打篮球三个小时。然后最后杰伦开放给大家签名哦。那我旁边这位啊，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阿志。阿志有跟杰伦有过很厉害的哇，很屌的一些经历哇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杰伦的缘分。缘分吗？对，曾经跟他一起玩过英雄联盟。哇，因为你弟也有跟杰伦打过游戏嘛。没错。然后你本来也有要加杰伦游戏好友。对。但杰伦看到你的好友邀请之后，哎，挂着。
挂着，没有错，他没有回应我，我很伤心啊。直到我跟他讲，我唯一的刺青就刺着他的梦想启动在我身上。哦，你说你身上，没错，你身上唯一的刺青，然后那首歌是 Dream Star， Dream Star， 然后就马上加了好友，马上感动的，感动的就加了好友。哦，会邀请我开始玩游戏。嗯，那时候很怀念啊，怀念，很棒的回忆。就接了很久没发专辑了嘛，就是出了新专辑，然后又开始，就想到你当初跟他一起玩游戏的那些经历，然后昨天就是已经很久没有玩了，还是特地去下载回来看一下。昨天哦，对啊，没想到好友还在，虽然你已经很久没上线了。他那边会写最后一次上线时间吗？会啊，可是就是几年前，好几年前，好友还在，就是这个感动。对，而且昨天很巧，就是昨天才刚看。对啊。谁也不知道今天会遇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很凑巧，就今天说太巧了，这个缘分。没错，感谢老大，真的。今晚真的是很好的回忆，真的永生难忘的回忆。没错，哇，太屌了，太扯了吧！今天好不好？给杰伦真的签到这一本了，哇塞！刚杰伦有看我的衣服，他帮我签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就好不好？衣服显眼是有用的，我发现他在看我这个衣服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做那个你的最伟大的作品的 MV 的 reaction， 然后你的 IG 有转发呢。杰伦就是我是那个罗杰不到160，你有分享过我的那个最伟大的作品的 MV reaction？ 嗯，他记得我的视频，他记得我的 reaction， 而且他眼睛真超大，这也是第一次哦，第一次在篮球场看杰伦打篮球，我是真的第一次亲眼看杰伦打篮球，哇哇，帅的帅的帅的。刚刚好几次，然后杰伦都说，好了，那差不多咯，就是要走了，因为可能也不早了啦，刚刚都快凌晨两点了。然后杰伦说，差不多了，然后看到有歌迷来，然后杰伦还是继续签，就是哇，他真的好。这边也是跟大家分享，或者是跟大家呼吁一下，就是如果大家也有机会遇到杰伦打篮球，好不好？不要在杰伦还在打，或者是在旁边休息的时候去打扰他啊，不要。如果他今天方便啊，如果他这个时候方便，或者是今天的状况 OK， 帮大家签名的话，他一定会帮大家签的。那好，大家要体谅一下，就是如果他不方便，或者是有原因，可能没办法签到，那也很正常啊，也很正常。因为好几次看到，其他朋友可能会在杰伦休息或者是场边的时候，会惊扰到了那。杰伦虽然没有表现什么，但他周遭的朋友会比较制止啊，会制止啊。大家愿意等就等，自然会有机会啊，有机会。这种事情也不能强迫人家去帮你怎么样嘛，对吧？杰伦也是来运动来打球的啊，他今天这个出来也不是他的工作行程，所以我们大家体谅，只能用双眼亲眼看到杰伦打篮球，好不好？就很难得了，所以其他。大家还是要理性、理智啊，理智要在线。夸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